我最难过的一次是我爸载我妈骑摩托车，然后车祸，然后我妈受伤很严重，她没有跟我讲。我本来要去打那个肇事的家伙，我妈跟我爸就宅心仁厚，就说其实她也不小心，然后我妈就是责怪我爸技术太烂。我也不知道我爸技术怎么那么差呢？他儿子也是亚洲杯的越野摩托车冠军呢。我小时候在乡下长大，因为我爸是老师，当时老师的薪水也不是多高。我觉得在我们家的淳朴的一个风气下，我们过得很简单，但是我过得很富裕。那我们家有三个小孩，我们家都一直在租房子住，全家人挤在一个小房子，一个那时候是榻榻米。然后我爸可能有些时候会去，那个时候也是互助会吧，还去标会。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家原来有很多呆账，因为我爸很多那些朋友后面跑掉了啦，我妈都一直骂呀。我才知道说我爸为了让我们生活，他也为了他会做这些像现在的投资一样。我小时候学棒球，我的衣服都破烂了，然后手套都是学长给我的，我也没有球鞋，是中国强那个牌子我还记得。然后我看到我的很多队友，他们都开始穿的那种世界名牌。然后我记得我要参加那个，那时候是一个全省的联赛，很蛮重要的时候，我爸就给我钱，所以叫我去买。那时候是叛逆期，我喜欢练球，然后功课就会有一些疏忽。然后我觉得我爸也很少跟我那时候的沟通，就是那时候感受到我爸说其实你是关心我的，然后你也听到我跟感受到我想要的。可后来我没有去花那笔钱，我记得我去工厂打工，暑假的时候我跑到了台中一个工厂去做品管员。那我每天看着那个流水线，然后要检查那个鞋子有没有瑕疵，然后哇一直来，那我检查的速度很慢，因为我是打工的工读生，我又怕出错，我每次都堆了一根山一样。然后那前面那个流水线的那些姐姐哥哥们都看着我，快一点好不好？拼了一个月存了那笔钱，我就也舍不得买那个球鞋，我就回去给我爸爸。我爸说这是你赚的第一笔钱。然后我爸就跟我讲说，其实家里面不能提供我太多的物质生活，但是他们会尽他的能力让我起码衣食无忧就是之类的。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想要的就我自己努力去争取吧。所以我小时候的打工经历很丰富，我也去过梨山果园去当搬运工，我也曾经去花市批花出来，在节日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去卖花。后来我读大学我要去组乐团的时候，我也是去乐器行打工。然后我记得那一年我在梨山的果园打工，然后当然也是山崩了，我回不去，我就说那我不要回去了，反正过年那时候觉得都一样。围炉的时候我们跟果园的值班的工人还有当地的原住民一起过年，他们都说你怎么不回去你这样爸爸妈妈会不会想啊？突然间好像年夜饭我没有在家里，我第一次感到觉得好像有点怪。后来我就尽量重要的节日不管怎么样都能够陪伴在他们身边吧。我记得我好像在拍武侠剧的时候，不知道是《笑傲江湖》还是《神雕侠侣》，我忘了。我大概待了大半年没有回来过，然后我参加一个我的记者会，然后他们呢叫了我爸妈来，我很久没看到他们了，所以我在那个记者会上害我哽咽的那种哭了。妈妈现在有没有比较缺乏的东西缺乏陪伴，因为我实在没时间太多陪伴他们，他们也住不习惯台北，我只要有空我就都不回去吧。我爸妈现在用的还是老人机，所以他不能跟我视讯，我就会尽量打电话。智慧型手机我妈不太会操控，她还是只会接关，我妈甚至还觉得平常没事要关机，不然会电会一直跑掉。然后就尽量把我的邻居都安排好那个所有的那个联络方式，有什么事情他们帮我联系一下关照一下。
我最难过的一次是我爸载我妈骑摩托车，然后车祸，然后我妈受伤很严重，她没有跟我讲，我以为是跌倒。后来回去，哇妈呀，我妈拿着四脚拐杖走，然后被撞得很惨。我本来要去打那个肇事的家伙，我妈跟我爸就是宅心仁厚，就说其实她也不小心，然后我妈就是责怪我爸技术太烂。我也不知道我爸技术怎么那么差呢。他儿子也是亚洲杯的越野摩托车冠军呢。不要问我是对是错，不要问我会不会痛，对你的爱再也不愿承诺。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，唱片公司想要签我当歌手，我就问我爸说我可以吗？我爸就是告诉我，你想去要就做到最好，不然就不要干。所以我决定了，那我就去努力。可是那时候唱片公司给我的 support 就是给我的资源不是很多，我一个月有5000块的车马补助费，但是所有的吃喝拉撒睡我都要自己解决，我还得去当兵，还有遇到那个我的第一任唱片公司解散，然后我被收编到了后来的东家滚石唱片。我让你依靠，让你靠，没什么大不了。I miss you, I miss you, I miss you, I miss you。我也不知道我在哪个部门，然后滚石又是人才济济，我也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，所以我在那边待了很久。后来发现，我还是得养活自己啊，争取机会。所以那时候我也当过电台的 DJ， 我也演过电视剧，我也当过主持人。我妈每次打电话的时候都跟我说：“怎么样，还好吗？”因为看儿子电视也可以看得出来那种。怎么老在演短剧啊？也不知道我唱了什么歌。虫哥就帮我录了《心太软》，然后那时候就开始。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。一开始可能在整个台湾地区，大家没有感受到，只是卖得不错，歌好听。他是可能从北京开始蔓延出来，然后一直到了香港啊，整个东南亚。然后甚至王菲来接受访问的时候，她说：“哎，现在北京最火的是《心太软》。”我才开始炸开来。我爸写了一封信给我过，但是我没有看。然后有一天我在整理东西，好久过了十几二十年的时候，我才看到要对人生负责啊，要努力去实现你的梦想啊，然后爸爸会完全支持你啊。看到信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感动，大哭。我没有大哭，因为我已经长大很。长很大了，我年轻的时候可能会大哭，因为我惹了很多麻烦嘛。小时候庙会放鞭炮，我们就把那些鞭炮存起来，火药集中，然后做了一颗大的，然后没想到把我们那个村子的电箱给炸掉了，停电了很久，然后我就只能在电箱那边每天跟大家道歉。然后我小时候还在人家庙里面那个金炉烤肉烤地瓜，然后被庙工。追着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打我。然后那时候没有觉得怎么样，后来想想哦，有很多，当然是非善恶有规范，你才能够在一个好的轨道上前进。不然我觉得我会跨出去，甚至会违法。我每次在外面干坏事的时候，我妈也有在我面前落泪过，可是她不知道怎么跟我讲。因为我们打架闹事什么的都有嘛，所以我儿子，我在面对他的时候，我对他的陪伴跟那个方式是比较不一样的吧，我比较像朋友一样。虽然我有一个父亲的这个身份在那里，但是我跟他相处的时候是像朋友一样去跟他聊。叛逆就是在于不沟通，他的代沟越来越深的时候，我就干我的，我不听你的。因为我可能经历过这样的，我知道怎么样跟我儿子沟通吧。
这好严肃啊，你们这个题材。这孝亲为什么会找我呢？孝顺啊，其实很孝顺。我还好，好不好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任贤齐。第三届旺旺孝亲奖要开始喽。孝顺不只是只有陪伴或是嘴上说说，你要想想看父母真正的感受和需要。欢迎大家透过词曲的创作或是拍摄短视频来表达你对父母心中的爱，一起来吧。外面的世界